才管你呀！我有丈兄，是你的婚，还有你的母后。平心，平心。你是拜见母后。平心。是啊。一切拢遵照母后的宽容就是。女人呀，也唔要紧谢恩，多谢谢老。千万不要，这是什么人？好啊，你们来我来猜想，这是林黛西，你有没有心？你讲，林慧娇在手中，嫁来。你们来去书房读书做文章。